在北京文艺范儿的小姐姐都去哪儿？没错，就这儿，遇见博物馆。这次的艺术展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街头视觉艺术家凯斯哈林的作品，并且这是国内唯一真迹打卡地。作品中真实还原了他经常创作的场景，有地铁，也有纽约街头。这次展出分为六个主题：一、纽约是我的画布，展示了街头艺术的作品；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在这儿可以动手涂鸦画卡；三、我的语言是符号，表现着哈林对艺术的想象力，还能跟小姐姐一起放飞自我一下哦；四、创作永无止境，表现着哈林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艺术不仅仅用于宣传；五、以艺术之名展出着多幅哈林经典之作；六、每个人都可以，这儿是艺术范小姐姐最多的一个主题了，随手都能拍出大片。就这么一位街头艺术家，因为哈林的大胆发声，用艺术引导大众走向积极的方向，用作品表达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所以他的艺术引来了不少文艺范儿的小姐姐。要来的抓紧，点击地址定位，囤个券吧。小姐姐长得还挺好看。